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有关讨论事项第二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讨论事项第七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定于本日上午进行协商，请各党团干部于上午9:10至议场3楼进行党团协商，现在休息。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讨论事项第二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本次会议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11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时50分，地点议场三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内政委员会并案审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中第51条、第52条、第54条、第76条、第83条、第87条、第110条及第124条修正如附件一。二、时代力量党团所提第90条修正动议，提报院会表决。三、其余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四、二读广泛讨论时，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一、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发言。五、第90条条文进行表决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一、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发言。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李俊毅、柯建铭、吴秉睿、刘世芳、李鸿钧、徐永明、陈其迈、廖国栋、江启臣、王玉敏。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超越党团协商结论有异议？好，无异议，我们就通过。105年11月29日超越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决定事项一，内政委员会并案审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中第51条、第52条、第54条、第76条、第83条、第87条、第110条及第124条修正如附件一。二、时代力量党团所提第90条修正动议，提报院会表决。三、其余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四、二读广泛讨论时，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一、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发言。五、第90条条文进行表决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一、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发言。报告院会，本案处理时，经于协商结论处理，现在进行广泛讨论，每位委员发言时间3分钟。首先，我们请李委员冯军发言。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同仁。针对《公职人员选罢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那本席代表亲民党做以下的发言。其实我们在一个选举的过程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大家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教育的概念，就是选贤与能。当我们选出来了以后，如何来面对当初来支持你，然后来让你能够代表民意进入，不管是地方也好，包括中央的立法院也好，来行使你的一个民意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职权。那长期以来，其实在于一个市任的民意代表，究竟他当选了以后是不是任，这样子的一个取决，是不是由再一次的民意
来决定你是不是人。其实在选罢法的修正里面，在这个门槛上面，以前坦白来讲是过于过高，那如果要把它门槛降低，这个会有几个意向出来。第一个就是让当选的未来进入了国会也好，议会也好，包括代表会也好，所有的民意代表他必须要战战兢兢的有个警惕的效果。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门槛低的话，会不会也会造成一种滥用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是认为是把一个程度降到合理的门槛，是绝对符合现在的一个民意的要求。那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期待未来当选的任何的一个民意代表必须要扮演好你的民意代表的角色。可是在任何的一个政党的一个斗争恶斗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一个政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门槛的一个降低，而去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降低门槛罢免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也期待也呼吁，在这一次如果照这样子的门槛降低了通过了以后，我们希望是用在一个合情合理合法，而不是一个滥用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我想才会让全国的百姓能够更一次的好好的来检剔，来检视我们任何的一个民意代表他必须要承担所负责的责任。所以亲民党在这个地方代表本人代表亲民党再一次的重申，我们同意把门槛降低，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情况下，让未来所有任何的一个民意代表他必须要更有他的一个敬业的精神。好，在此做以上的报告，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国昌发言。院长，本院各位委员，两年前的今天，也是11月29号，有上千名希望改革台湾民主的朋友，在台北市，在全国的各个街头，进行了所谓割阑尾罢免行动的联署，在同一天，也在进行补正公投法的联署。两年前的今天，这一群年轻人克服了我国选罢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严格联署限制的门槛，在一天之内征集了3万多份的联署书。不过，在所谓罢免双二一门槛的限制之下，这一场割阑尾的运动并没有成功。虽然这个样子没有浇熄他们的热情，也没有让他们放弃改革的意志，割阑尾的团队、人民做主的团队、岛国前进的团队，还有公民1985的团队，马上接续发起了还权于民，要求补正公投法、修改选罢法这样子的行动。时代力量一方面非常的高兴，在今天选罢法的修正终于排上院会的议程，渴望在今天完成二读以及三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过去这一些年轻朋友们，他们不怕烈日，不怕雨淋，在街头上希望为所有的人民争取回来在宪法里面本来就赋予我们的直接民权，包括了罢免权，还有创制复决权。我相信
今天选罢法的修正，包括了把提议的门槛下降到1%，把联署的门槛不仅下降到10%，而且联署的期间放宽了1倍，同时也建立了所谓的电子联署系统，同时把双二一的门槛予以废除，可以说是实现直接民权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时代力量党团虽然对于出委员会的版本的第90条还维持所谓1/4的门槛抱持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法律能够完成修正，绝对是人民的胜利，人民的成功。他也提醒了在议会殿堂上面的每一个代议士，不要忘记改革的承诺，也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在今天选罢法完成2读3读的立法程序以后，我们希望另外一个直接民权的法案补正公投法能够早日在这个议事殿堂上面完成2读跟3读，实现真正还权。谢谢黄委员。第三位国民党党团不发言，我们下一位请陈委员齐迈。主席、各位同仁，宪法所谓的这个选举创制复决等等相关的，包括罢免等等相关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个基本权利。但是从过去的整个包括说选罢法的一个制定跟修正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只看到说选罢法里头只有选举相关的一个规定，但是对于罢免的部分却在它的一个限制里头越做越严格。从1994年选罢法的一个修法，可以说是一个倒退的一个修法。那当时是起源于说，因为有民众想要罢免永和的立委，所以我们在立法院在国民党多数的时候，就把选罢法，包括说不得跟各类选举同时举行的这个部分，把它加以限制，也就是说罢免跟选举不能同步举行。那第二个就是投票的门槛，从原来的1/3把它改成2/2的一个规定。所以在国会的一个修法里头，限制了原来宪法所保障人民罢免的一个权利。那我们也了解，从包括宪法133，包括柯蓝伟所发起的有关对于在国会殿堂里头，或者是在各级议会跟公职人员，假如当他的一个政策，或者是当他的一个言行主张跟民意背离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些权利还给人民。所以在1月16号，当民主进步党取得国会多数的时候，我们在内政委员会，我担任召集委员，包括民主进步党委员在内的所有的我们委员同仁，就决议选罢法列为最优先的一个法案。所以包括刚刚我们时代力量党团的朋友在所提到的，从联署的门槛、提案的门槛，以及包括联署的一个规定时间的延长，以及对于罢免不得宣传等等这个部分，我们做删除的一个规定，让整个未来所有的不管各级的一个公职，当他要面对他政治上所做的决定的时候，他必须优先考虑到民意。所以这次选罢法的一个修法是代表民主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我们也深刻了解到说，包括公投法，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个改革性法案，民主进步党作为国会的最大党，我们愿意跟随民意推动改革。所以包括后续的这些改革性的一个法案，我们在党团也会优先的来加以推动。再一次，
谢谢陈委员。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五条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条文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各级选举委员会分别办理下列事项：一、选举罢免公告事项；二、选举罢免事务进行程序及计划事项；三、候选人资格之审定事项；四、选举罢免宣传之策划事项；五、选举罢免之监察事项；六、投票所开票所之设置及管理事项；七、选举罢免结果之审查事项；八、当选证书之制发事项；九、订定政党使用电视及其他大众传播工具从事竞选宣传活动之办法；十、其他有关选举罢免事项。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就下列各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事务，指挥监督乡镇市区公所办理：一、选举人名册公告阅览之办理事项；二、投票所开票所设置及管理之办理事项；三、投票所开票所工作人员临报事项；四、选举罢免票之转发事项；五、选举公报及投票通知单之分发事项；六、选举及罢免法令之宣导事项；七、其他有关选举罢免事务之办理事项。宣读完毕。第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三章。第三章选举及罢免，宣读完毕。第三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请宣读第六节。第六节选举及罢免活动，宣读完毕。第六节照审查会节名通过，请宣读第四十条。第四十条，公职人员选举竞选及罢免活动期间，依下列规定：一、直辖市长为十五日；二、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县市长、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为十日；三、乡镇市民代表、原住民区民代表、村里长为五日。前项期间，以投票日前一日向前推算，其每日竞选及罢免活动时间，自上午七时起至下午十时止。宣读完毕。第四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候选人竞选经费之支出，于前条规定候选人竞选经费最高金额内，减除政治现金及依第四十三条规定之政府补贴竞选经费之余额，得于申报综合所得税时，作为投票日年度列举扣除额。各种公职人员选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及被罢免人所为支出，于前条规定候选人竞选经费最高金额内，得于申报综合所得税时，作为罢免案宣告不成立之日或投票日年度列举扣除额。前二项所称之支出，指自选举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后三十日内，或罢免案自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之日起至宣告不成立之日止。已宣告成立者，则延长至投票日后三十日内，以竞选或罢免活动为目的所支出之费用。宣读完毕。第四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各级选举委员会之委员、监察人员、职员、乡镇市区公所办理选举事务人员，于选举公告发布或收到罢免案提议后，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公开演讲或署名推荐为候选人宣传或支持反对罢免案；二、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站台或亮相造势；三、召开记者会或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四、印发装贴宣传品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五、悬挂或树立标语、刊本、旗帜、布条等广告物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六、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七、参与竞选或支持反对罢免案游行、拜票、募款活动。宣读完毕。第四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四十九条。
第49条，广播电视事业得有偿提供时段，供推荐或登记候选人之政党候选人从事竞选宣传，供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从事支持或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并应为公正公平之对待。公共广播电视台及非营利之广播电台、无线电视或有线电视台不得播送竞选及支持或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广告。广播电视事业从事选举或罢免相关议题之论证、新闻报道或邀请候选人、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参加节目，应为公正公平之处理，不得为无正当理由之差别待遇。广播电视事业有违反前三项规定之情事者，任何人得于播出后一个月内，检具录影带、录音带等具体事证，向选举委员会举发。宣读完毕。第4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50条。第50条，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机关于公职人员选举竞选或罢免活动期间，不得从事任何与竞选或罢免宣传有关之活动。宣读完毕。第5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51条。第51条，报纸、杂志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所刊登或播送之竞选或罢免广告，应于该广告中载明或续明刊登者之姓名、其为法人或团体者，并应载明或续明法人或团体之名称及其代表人姓名。宣读完毕。第51条，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52条。第52条，政党及任何人印发以文字、图画从事竞选、罢免之宣传品，应亲自签名，其为法人或团体者，并应载明法人或团体之名称及其代表人姓名。宣传品之张贴，以候选人竞选办事处、政党办公处、罢免办事处及宣传车辆为限。政党及任何人不得于道路、桥梁、公园、机关构、学校或其他公共设施及其用地悬挂或树立标语、看板、旗帜、布条等竞选或罢免广告物，但经直辖市、县市政府公告指定之地点，不在此限。前项直辖市、县市政府公告之地点，应公平合理提供使用，其使用管理规则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广告物之悬挂或树立，不得妨碍公共安全或交通秩序，并应于投票日后7日内自行清除，违反者依有关法令规定处理。违反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所张贴之宣传品或悬挂树立之广告物，并通知直辖市、县市政府相关主管机关单位依规定处理。宣读完毕。第52条，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53条。第53条，政党及任何人自选举公告发布及罢免案成立宣告之日起至投票日十日前，所为有关候选人被罢免人或选举罢免民意调查资料之发布，应载明负责调查单位及主持人、办理时间、抽样方式、母体数、样本数及误差值、经费来源。政党及任何人于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时间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发布有关候选人被罢免人或选举罢免之民意调查资料，亦不得加以报道、散布、评论或引述。宣读完毕。第5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54条。第54条，政党及任何人从事竞选或罢免活动使用扩音器，不得制造噪音，违反者由环境保护主管机关或警察机关依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宣读完毕。第54条，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55条。第55条，候选人或为其助选之人之竞选言论、提议人之领衔人、被罢免人及为罢免案注释之人、罢免案办事处负责人及办事人员之罢免言论，不得有下列情事：一、煽惑他人犯内乱罪或外患罪；二、煽惑他人以暴动破坏社会秩序；三、触犯其他刑事法律规定之罪。宣读完毕。第5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56条。第
第五十六条，政党及任何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一、于竞选或罢免活动期间之每日上午七时前或下午十时后，从事公开竞选、助选或罢免活动，但不妨碍居民生活或社会安宁之活动，不在此限；二、于投票日从事竞选、助选或罢免活动；三、妨害其他政党或候选人竞选活动，妨害其他政党或其他人从事罢免活动；四、邀请外国人民、大陆地区人民或香港、澳门居民为第四十五条各款之行为。宣读完毕。第五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五十九条。第五十九条，投票所开票所致主任监察员一人，监察员若干人监察投票开票工作，除候选人仅一人时，致监察员一人外，每一投票所开票所至少应致监察员二人。主任监察员须为现任公教人员，由选举委员会洽请各级政府机关及公立学校推荐后遴派之。受洽请之政府机关、公立学校及受遴派之政府机关职员、学校教职员均不得拒绝。监察员依下列方式推荐后，由选举委员会审核派充之：一、公职人员选举由候选人就所需人数平均推荐，但经政党推荐之候选人由其所属政党推荐；二、公职人员选举与总统、副总统选举同日举行投票时，依《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推荐。三、立法委员、直辖市长、县市长选举与其他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同日举行投票时，由立法委员、直辖市长、县市长选举之候选人依第一款规定推荐。四、公职人员罢免由提议人之领衔人及被罢免人就所需人数平均推荐，候选人政党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得就其所推荐之监察员指定投票所开票所执行投票开票监察工作，如指定之监察员超过该投票所开票所规定名额时，以抽签定之，但投开票所监察员不得全属同一政党推荐。除候选人仅一人外，各投票所推荐不足二名之监察员时，由选举委员会就下列人员遴派之：一、地方公正人士；二、各机关构团体学校人员；三、大专校园成年学生。监察员资格推荐程序及服务之规则，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宣读完毕。第五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章删除。现在请宣读增订第九节。第九节罢免。宣读完毕。增订第九节，照审查会决明通过，请宣读第一款。第一款罢免案之提出。宣读完毕。第一款照审查会款名通过，请宣读条文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罢免案以被罢免人原选举区选举人为提议人，由提议人之领衔人一人填具罢免提议书一份，减负罢免理由书正副本各一份，提议人正本营本名册各一份，向选举委员会提出。前项提议人人数应为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以上，其计算数值尾数如为小数者，该小数即以整数一计算。第一项提议人名册应依规定格式竹栏详实填写，并填具提议人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及户籍地址，分村里装订成册。罢免理由书以不超过5000字为限。罢免案一案不得为二人以上之提议，但有二个以上罢免案时，得同时投票。罢免案表件不合第一项、第三项前项规定或提议人名册不足第二项规定之提议人数者，选举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中央选举委员会应建置电子系统，提供提议人之领衔人征求提议及联署，其适用罢免种类、提议及联署方式、查对作业等事项之办法及实施日期，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采电子提议及联署者，其文件以电磁记录之方式提供。宣读完毕。第七十六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维持现行法条文，请宣读第二款。第二款罢免案之成立。宣读完毕。
第二款照审查会款名通过，请宣读第七十九条。第七十九条，选举委员会收到罢免案提议后，应于二十五日内查对提议人名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应予删除：一、提议人不合第七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二、提议人有第七十七条第一项之身份；三、提议人姓名、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户籍地址书写错误或不明；四、提议人名册未经提议人签名或盖章；五、提议人提议有伪造情事。提议人名册经依前项规定删除后，如不足规定人数，由选举委员会将删除之提议人及其个别事由列册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于十日内补提，借其不补提或补提人不足规定人数者，均不予受理。符合规定人数及函告提议人之领衔人，自收到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内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并于一定期间内征求联署，未依限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者，视为放弃提议。前项补提以一次为限，补提之提议人名册应依第一项规定处理，如删除后不足规定人数，应不予受理。选举委员会应将删除之提议人及其个别事由列册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宣读完毕。第七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八十条。第八十条，前条第二项锁定征求联署之期间如下：一、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直辖市长、县市长之罢免为六十日；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之罢免为四十日；三、乡镇市民代表、原住民区民代表、村里长之罢免为二十日。前项期间之计算，自领得联署人名册格式之次日起算。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应将联署人名册正营本各一份，于第一项规定期间内向选举委员会一次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前项联署人名册应依规定格式逐栏详实填写，并填具联署人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及户籍地址，分村里装订成册。联署人名册未依规定格式提出者，选举委员会应不予受理。宣读完毕。第八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一条，罢免案之联署人已被罢免人原选举区选举人为联署人，其人数应为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百分之十以上，前项罢免案联署人人数其计算数值为数如为小数者，该小数即以整数一计算。同一罢免案之提议人不得为联署人，提议人及联署人之人数应分别计算。宣读完毕。第八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三条，选举委员会收到罢免案联署人名册后，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直辖市长、县市长之罢免应于四十日内；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之罢免应于二十日内；乡镇市民代表、原住民区民代表、村里长之罢免应于十五日内。查对联署人名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应予删除，但联署人名册不足第八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之联署人数者，选举委员会应尽为不成立之宣告：一、联署人不合第八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二、联署人有第八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情事；三、联署人姓名、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户籍地址书写错误或不明；四、联署人名册未经联署人签名或盖章；五、联署人联署有伪造情事。前项联署人名册经查对后，如不足规定人数，由选举委员会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于十日内补提，借其不补提或补提人不足第八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数，选举委员会应为罢免案不成立之宣告，并应将删除之联署人及其个别事由列册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联署人数符合规定者，选举委员会应为罢免案成立之宣告。前项补提以一次为限，补提之联署人名册应依第一项规定处理。罢免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原提议人对同一被罢免人一年内不得再为罢免案之提案：一、罢免案经宣告不成立；二、未于第七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期限内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视为放弃提议；三、未于第八十条第一项规定期限内提出联署人名册。
罢免案提议人名册及联署人名册查对作业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宣读完毕。第83条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条文第86条。第86条，罢免案提议人被罢免人于罢免案提议后，得于罢免区内设立支持与反对罢免案之办事处，指办事人员前向罢免办事处不得设于机关构、学校依法设立之团体、经常定为投票所、开票所之处所及其他公共场所，但政党之各级党部及依人民团体法设立之社会团体、职业团体及政治团体办公处不在此限。罢免办事处与办事人员之设置及征求联署之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直辖市长及县市长罢免活动期间，选举委员会应举办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提议人之领衔人及被罢免人应亲自到场发表，但经提议人之领衔人及被罢免人双方同意不办理者，应予免办。前项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举办之场数、时间、程序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宣读完毕。第8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增订第86条之一。第86条之一，罢免案宣告成立者，其提议人名册、联署人名册应保管至开票后3个月；宣告不成立者，应保管至宣告不成立之日后1年2个月。罢免案不予受理者，其提议人名册或联署人名册应保管至不予受理之日后1年2个月。罢免案视为放弃提议或逾期未提出联署人名册者，其提议人名册应保管至视为放弃提议或联署期间届满之日后1年2个月。前3项保管期间如有罢免诉讼，应延长保管至裁判确定后3个月。宣读完毕。增订第86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3款。第3款，罢免之投票及开票。宣读完毕。第3款，照审查会款名通过，请宣读第87条。第87条，罢免案之投票应于罢免案宣告成立后20日起至60日内为之，该期间内有其他各类选举时，应同时举行投票，但被罢免人同时为候选人时，应于罢免案宣告成立后60日内单独举行罢免投票。被罢免人于投票日前死亡、去职或辞职者，选举委员会应即公告停止该项罢免。宣读完毕。第87条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第90条。第90条照协商结论进行表决。那么，针对第90条，我们要依照协商结论来进行表决。现在我们进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0条之表决。那么在表决之前，我们请各党团推派代表来进行针对第90条之发言。我们现在请陈委员宜杰发言，时间3分钟。院长、本院各位委员，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有关降低提案及联署门槛，亲民党原则同意。但站在维持社会安宁的角度上来看，亲民党必须提醒各党团，罢免门槛若过低，将可能造成不断的恶性循环。即原本选输的一方，可能借由提出罢免案，希望有翻盘的机会。被罢免的一方也可在对补选上之人再提出罢免案，这对民主选举制度来说也会是严重的伤害。再来，如果罢免门槛过低，恐违背公职人员选举主要为选贤与能的精神，选民也可能抱持侥幸的心态，觉得反正之后可以罢免，
因此在选举投票时并没有去做审慎的考量，那这些都是我们立法院全院委员都必须考虑的因素。此外呢，近年来台湾蓝绿之间的恶斗没有中断过，那亲民党其实一直站在的角度其实非常的忧心，不愿看到是蓝绿恶斗。如果过低的罢免门槛通过之后，未来蓝绿间的恶斗只会越演越烈，那选输的那一方与选举完一年后又可以马上提出罢免案，那这只会一次次的撕裂整个社会及增加政府办理选举罢免之行政的事务费用，且这些费用呢也都将是由全民买单，这也不是亲民党想要所乐见的一个结果。那降低罢免的门槛呢是朝野的共识，那亲民党也站在同意的角度，但是呢接受罢免，但可接受罢免门槛为原选区选举人数的四分之一同一之罢免门槛，但如果要再更低甚至取消所谓的罢免门槛，只要罢免票数为多数时就可以通过罢免。我觉得时代力量时所主张的以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亲民党所忧心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避免，也有可能是会发生的、哦、所以因此亲民党团仅同意接受审查会通过至罢免门槛，对于不设罢免门槛的提案将予以反对。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有名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好，我相信今天会是这个会期我们作为新国会最骄傲的一天，因为我们今天作为民选的公职，我们把罢免的权利，我们把罢免公民应有的选举罢免的权利，好，平衡了。我们把罢免权利交还给我们的选民，好，不是只有选举。罢免应该也是民主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绝对不是什么非常态的状况。很多时候罢免会把很多议题的讨论扩张出来，我想过去的哥兰委就非常清楚，它强化了台湾民主。所以时代力量在这边认为，通过不需要门槛，通过只要靠简单多数决，我想这个在选举里面是最常用的选制。其实我们如果去检视罢免的法制，也是大多数使用的。简单多数决，它有一个民主的精神在那里，它希望不论是支持或反对的，都尽量说服跟动员他的选民出来，来表达他的意见。透过简单多数决，不论是对候选人的评价，不论是对于议题，选民都有一个表达的机会。各位，我们过去从公投，从鸟笼公投学到教训还不够多吗？鸟笼公投的双门槛、双二一门槛，不就是过去罢免的双二一门槛吗？它造成的效果就是反动员，它造成的效果就是让大家轻视了公投这样一个体制，它造成的效果就是让人民的声音没办法清楚的表达。今天我们虽然从双二一改成25%，各位，这是换汤不换药，各位，这是一个变形。我们依然设计了一个门槛在那里。我觉得作为民主的政治人物，我们应该有个自信，就算有人对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应该透过这样一个罢免程序，重新让选民有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任期不是保障我们，任期不是用来保障这些公职。任期中间任何罢免行为的发生，不应该视为非理性的，不应该视为不正常的。另外，其实各位想想看，我们在复数选区里面常常会发生当选的票数甚至远低于我们要罢免他通过的所谓四分之一门槛，这在立法技术上也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边恳请各位在这个我们值得骄傲的一天，支持时代力量版本，让罢免没有门槛，让人民的声音可以非常清楚的表达。我相信这是我们给台湾民主一个很重要的礼物。谢谢。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敬意发言。
主席，各位先进，我们今天谈罢免的问题，其实罢免跟选举是一体两面。我们透过民主程序可以把权力授予一个人，我们当然也可以透过民主程序把权力收回来。但是最重要的问题都是要有民主程序，要有民意的基础。那其实我们今天包括国民党、包括亲民党、包括时代力量朋友跟我们意见都一样，我们努力了很多届，这一次的罢免终于我们在门槛上有调整。过去就是门槛太高，限制太多，所以没有办法有效地达到这个收回权力的这种方式。那门槛的部分我们也做了调整，但是我这里必须提醒大家一下，事实上在现在的民主国家，选举跟罢免虽然同时并存，但是运用罢免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用定期的改选来取代罢免。所以全世界还有罢免制度的国家只有三个，就是台湾、罗马尼亚跟奥地利。也就是说，罢免的制度已经被定期的改选所取代。那这里我们要谈的是，不仅如此，事实上，包括联邦的这个美国，它事实上有可以罢免的州，也总共只有20州，在50州里只有20个州。而且我提醒大家一下，罢免到底要不要有门槛？我们从美国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联署是这样，它有20个州有罢免制度。然后它的联砍门数绝大部分的州都在25%，但是我们这次的修正联署是多少？10%，所以最后是我们到底要多少的联署门槛，要多少的通过门槛，这个我们要不要罢免上要不要有这个门槛的限制，就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今天时代力量的朋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不多，其实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提议的人数，在联署的人数都一样。我们在提议的人数，我们由原来的2%降为1%；我们在联署的门槛由本来的13%降为10%。现在唯一的不一样是要不要最低门槛的限制。我们主张依照我们审查会通过的，就是要超过同意人数，要超过选举区人数的1/4。时代力量朋友认为说不要有任何限制。那我就以我嘉义市来做举例，我嘉义市的公民人数是20万。所以如果说是1%的提议，大概只有2万人就可以提议，2000人就可以提议。那如果说要1/10的联署，就是2万人，那联署的1/4，联署要通过，要超过我们所谓人数的1/4，就是要有5万票，那时代力量朋友说通通不用。那这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在嘉义市选举，我以7万多票获选，我的得票率是54%。那如果依照未来要罢免我，要通过5万票，但是依照时代力量朋友，只要联署完了就不管门槛了，也就是说100个人，只要有70个人去投。好，谢谢李委员。那么国民党党团部花园报告院会登记花园委员均已花园完毕，我们现在请宣读审查会的条文。审查会通过条文第90条，罢免案投票结果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且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即为通过。有效罢免票数中，不同意票数多于同意票数，或同意票数不足前项规定数额者，均为否决。宣读完毕。那么，针对审查会的条文，现在有时代力量党团提出修正动议，请议事人员宣读。修正动议，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第90条，罢免案投票结果有效票之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即为通过。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提出的修正动议有没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针对修正动议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表决，现在请按铃7分钟，并请议事人员发放表决卡。
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表决卡？好，全部都有哦。那么，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处理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81人，赞成12人，反对69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那么第90条，我们急召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请宣读第94条。第94条，利用竞选助选或罢免机会公然聚众，以暴动破坏社会秩序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宣读完毕。第9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02条。第10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一、对于该选举区内之团体或机构，假借捐助名义，请求其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团体或机构之构成员不行使投票权或为一定之行使；二、以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请求其约或交付罢免案，有提议权人或有联署权人，使其不为提议或联署，或为一定之提议或联署，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预备或用以行求其约或交付之贿赂，不问属于犯人与否，没收之。宣读完毕。第10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04条。第104条，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或意图使被罢免人罢免案通过或否决者，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他法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之事，足以生损害于公正或他人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宣读完毕。第10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10条。第110条，违反第44条、第45条、第52条第一项、第2项、第86条、第2项、第3项锁定办法中关于单季设立及设立数量限制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锃。广播电视事业违反第49条第一项、第2项或第3项规定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锃。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机关首长或相关人员违反第50条规定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就该机关所支支费用予以追偿。报纸、杂志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体为依第51条规定于广告中载明或续名刊播者之姓名、法人或团体之名称及其代表人姓名者，处报纸、杂志事业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或该广告费2倍之罚锾。
违反第53条或第56条规定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56条规定，经制止不听者，按次连续处罚。政党法人或非法人团体违反第52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者，依第一项规定，并处罚其代表人及行为人；违反第53条或第56条规定者，依前项规定，并处罚其代表人及行为人。委托大众传播媒体刊播竞选罢免广告或委托假报散发宣传品，违反第56条第二款规定者，依第5项规定处罚委托人及受托人。委托人或受托人为政党法人或非法人团体者，并处罚其代表人及行为人。将选举票或罢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轨或故意撕毁领得之选举票或罢免票者，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第110条照协商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24条。第124条，罢免案之通过或否决，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选举委员会检察官、被罢免人或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得于罢免投票结果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为被告，向管辖法院提起罢免案通过或否决无效之诉。一、罢免案通过或否决之票数不实，足任有影响投票结果之余；二、被罢免人、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或其各该办事处负责人、办事人员，对于有投票权人或选务人员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投票权或执行职务；三、被罢免人、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或其各该办事处负责人、办事人员，有第99条第一项、刑法第146条第一项之行为；四、被罢免人有第102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行为。罢免案否决无效之诉，经法院判决无效确定者，其罢免案之否决无效，并定期重新投票。罢免案之通过经判决无效者，被罢免人之职务应予恢复，但无法恢复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第124条照协商条文通过。报告委员会，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么我们就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1条，各级选举委员会分别办理下列事项：一、选举罢免公告事项；二、选举罢免事务进行程序及计划事项；三、候选人资格之审定事项；四、选举罢免宣导之策划事项；五、选举罢免之监察事项；六、投票所、开票所之设置及管理事项；七、选举罢免结果之审查事项；八、当选证书之制发事项；九、订定政党使用电视及其他大众传播工具从事竞选宣传活动之办法；十、其他有关选举罢免事项。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就下列各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事务，指挥监督乡镇市区公所办理：一、选举人名册公告阅览之办理事项；二、投票所、开票所设置及管理之办理事项；三、投票所、开票所工作人员领报事项；四、选举罢免票之转发事项；五、选举公报及投票通知单之分发事项；六、选举及罢免法令之宣导事项；七、其他有关选举罢免事务之办理事项。第3章，选举及罢免。第6节，选举及罢免活动。第40条，公职人员选举竞选及罢免活动期间，依下列规定：一、直辖市长为15日；二、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县市长、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为10日；三、乡镇市民代表、原住民区民代表、村里长为5日。前项期间，以投票日前一日向前推算，其每日竞选及罢免活动时间，自上午7时起至下午10时止。第42条，候选人竞选经费之支出，于前条规定候选人竞选经费最高金额内，减除政治现金及依第43条规定之政府补贴竞选经费之余额，得于申报综合所得税时，作为投票日年度列举扣除额。
各种公职人员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及被罢免人所为支出，于前条规定候选人竞选经费最高金额内得于申报综合所得税时，作为罢免案宣告不成立之日或投票日年度列举扣除额。前二项所申之支出，指自选举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后30日内，或罢免案子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之日起至宣告不成立之日止。已宣告成立者，则延长至投票日后30日内，以竞选或罢免活动为目的所支出之费用。第45条，各级选举委员会之委员、监察人员、职员、乡镇、市区公所办理选举事务人员，于选举公告发布或收到罢免案提议后，不得由下列行为：一、公开演讲或署名推荐为候选人宣传或支持反对罢免案；二、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站台或亮相造势；三、召开记者会或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四、印发张贴宣传品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五、悬挂或梳理标语、看板、旗帜、布条等广告物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六、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为候选人或支持反对罢免案宣传；七、参与竞选或支持反对罢免案游行、拜票、募款活动。第49条，广播电视事业得有偿提供时段，供推荐或登记候选人之政党、候选人从事竞选宣传；供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从事支持或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并应为公正公平之对待。公共广播电视台及非营利之广播电台、无线电视或有线电视台，不得播送竞选及支持或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广告。广播电视事业从事选举或罢免相关议题之论证、新闻报道或邀请候选人、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参加节目，因为公正公平之处理，不得为无正当理由之差别待遇。广播电视事业有违反前三项规定之请示者，任何人得于播出后一个月内检具录影带、录音带等具体事证，向选举委员会举发。第50条，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机关于公职人员选举竞选或罢免活动期间，不得从事任何与竞选或罢免宣传有关之活动。第51条，报纸、杂志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所刊登或播送之竞选或罢免广告，应于该广告中载明或续明刊登者之姓名，其为法人或团体者，并应载明或续明法人或团体之名称及其代表人姓名。第52条，政党及任何人印发以文字、图画从事竞选罢免之宣传品，应亲自签名，其为法人或团体者，并应载明法人或团体之名称及其代表人姓名。宣传品之张贴，以候选人竞选办事处、政党办公处、罢免办事处及宣传车辆为限。政党及任何人不得于道路、桥梁、公园、机关构、学校或其他公共设施及其用地悬挂或树立标语、看板、旗帜、布条等竞选或罢免广告物，但经直辖市、县市政府公告指定之地点不在此限，前向直辖市、县市政府公告之地点应公平合理提供使用，其使用管理规则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广告物之宣告或树立，不得妨碍公共安全或交通秩序，并应于投票日后7日内自行清除，违反者依有关法令规定处理。违反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所张贴之宣传品或悬挂树立之广告物，并通知直辖市、县市政府相关主管机关单位，依规定处理。第53条，政党及任何人自选举公告发布及罢免案成立宣告之日起至投票日10日前，所谓有关候选人被罢免人或选举罢免民意调查资料之发布，应载明负责调查单位及主持人、办理时间、抽样方式、母体数、样本数及误差值、经费来源。政党及任何人于投票日前10日起至投票时间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发布有关候选人被罢免人或选举罢免之民意调查资料，亦不得加以报道、散布、评论或引述。第54条，政党及任何人从事竞选或罢免活动使用扩音器，不得制造噪音，违反者由环境保护主管机关或警察机关依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五十五条，候选人或为其助选之人之竞选言论，提议人之领衔人，被罢免人即为罢免案注释之人、罢免案办事处负责人及办事人员之罢免言论，不得有下列情事：一、煽惑他人犯内乱罪或外坏罪；二、煽惑他人以暴动破坏社会秩序；三、触犯其他刑事法律规定之罪。第五十六条，政党及任何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一、于竞选或罢免活动期间之每日上午七时前或下午十时后，从事公开竞选、助选或罢免活动，但不妨碍居民生活或社会安宁之活动，不在此限；二、于投票日从事竞选、助选或罢免活动；三、妨害其他政党或候选人竞选活动，妨害其他政党或其他人从事罢免活动；四、邀请外国人民、大陆地区人民或香港、澳门居民为第四十五条各款之行为。第五十九条，投票所开票所至主任监察员一人，监察员若干人监察投票开票工作，除候选人仅一人时，至监察员一人外，每一投票所开票所至少应至监察员二人。主任监察员须为现任公教人员，由选举委员会洽请各级政府机关及公立学校推荐后遴派之。受洽请之政府机关、公立学校及受遴派之政府机关职员、学校教职员均不得拒绝。监察员依下列方式推荐后，由选举委员会审核派充之：一、公职员选举由候选人就所需人数平均推荐，但经政党推荐之候选人由其所属政党推荐；二、公职人员选举与总统、副总统选举同日举行投票时，依《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推荐；三、立法委员、直辖市长、县市长选举与其他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同日举行投票时，由立法委员、直辖市长、县市长选举之候选人依第一款规定推荐。四、公职人员罢免由提议人之领衔人即被罢免人就所需人数平均推荐，候选人、政党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得就其所推荐之监察员指定投票所开票所执行投票开票监察工作，如指定之监察员超过该投票所开票所规定名额时，以抽签定之，但投开票所监察员不得全属同一政党推荐。除候选人仅一人外，各投票所推荐不足二名之监察员时，由选举委员会就下列人员遴派之：一、地方公社人士；二、各机关构团体学校人员；三、大专校院成年学生。监察员资格推荐程序及服务之规则，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第四章删除。第九节罢免。第一款罢免案之提出。第七十六条，罢免案已被罢免人原选举区选举人为提议人，由提议人之领衔人一人填具罢免提议书一份，减负罢免理由书正副本各一份，提议人正本、营本、名册各一份，向选举委员会提出。前项提议人人数应为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以上，其计算数值为数如为小数者，该小数即以整数一计算。第一项提议人名册应依规定格式逐栏详实填写，并填具提议人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及户籍地址，分村里装订成册。罢免理由书以不超过5000字为限。罢免案一案不得为二人以上之提议，但有二个以上罢免案时，得同时投票。罢免案表件不合第一项、第三项、前项规定或提议人名册不足第二项规定之提议人数者，选举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中央选举委员会应建置电子系统，提供提议人之领衔人征求提议及联署，其适用罢免种类、提议及联署方式、查对作业等事项之办法及实施日期，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采电子提议及联署者，其文件以电磁记录之方式提供。第二款罢免案之成立。
第79条，选举委员会收到罢免案提议后，应于25日内查对提议人名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应予删除：一、提议人不合第76条第一项规定；二、提议人有第77条第一项之身份；三、提议人姓名、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户籍地址书写错误或不明；四、提议人名册未经提议人签名或盖章；五、提议人提议有伪造情事。提议人名册经依前项规定删除后，如不足规定人数，由选举委员会将删除之提议人及其个别事由列册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于十日内补提，借其不补提或补提人不足规定人数者，均不予受理。符合规定人数及函告提议人之领衔人，自收到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内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并于一定期间内征求联署。未依限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者，视为放弃提议。前项补提以一次为限。补提之提议人名册应依第一项规定处理，如删除后不足规定人数，应不予受理。选举委员会应将删除之提议人及其个别事由列册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第80条，前条第二项锁定征求联署之期间如下：一、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直辖市长、县市长之罢免为60日；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之罢免为40日；三、乡镇市民代表、原住民居民代表、村里长之罢免为20日。前项期间之计算，自领得联署人名册格式之次日起算。罢免案提人之领衔人，应将联署人名册正营本各一份，于第一项规定期间内向选举委员会一次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前项联署人名册应依规定格式逐栏详实填写，并填具联署人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及户籍地址，分村里装订成册。联署人名册未依规定格式提出者，选举委员会应不予受理。第81条，罢免案之联署人已被罢免人原选举区选举人为联署人，其人数应为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 10% 以上。前项罢免案联署人人数，其计算数值尾数如为小数者，该小数即以整数一计算。同一罢免案之提议人不得为联署人，提议人及联署人之人数应分别计算。第83条，选举委员会收到罢免案联署人名册后，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直辖市长、县市长之罢免应于40日内；县市议员、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之罢免应于20日内；乡镇市民代表、原住民居民代表、村里长之罢免应于15日内。查对联署人名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应予删除。但联署人名册不足第81条第一项规定之联署人数者，选举委员会应尽为不成立之宣告：一、联署人不合第81条第一项规定；二、联署人有第81条第三项规定情事；三、联署人姓名、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户籍地址书写错误或不明；四、联署人名册未经联署人签名或盖章；五、联署人联署有伪造情事。前项联署人名册经查对后，如不足规定人数，由选举委员会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于十日内补提，借其不补提或补提人不足第81条第一项规定人数，选举委员会应为罢免案不成立之宣告，并应将删除之联署人及其个别事由列册通知提议人之领衔人。联署人数符合规定者，选举委员会应为罢免案成立之宣告。前项补提以一次为限，补提之联署人名册应依第一项规定处理。罢免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原提议人对同意被罢免人一年内不得再为罢免案之提案：一、罢免案经宣告不成立；二、未于第79条第二项规定期限内领取联署人名册格式，视为放弃提议；三、未于第80条第一项规定期限内提出联署人名册。罢免案提议人名册及联署人名册查对作业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第86条，罢免案提议人被罢免人于罢免案提议后，得于罢免区内设立支持与反对罢免案之办事处之办事人员，前项罢免办事处不得设于机关构、学校、依法设立之团体、经常定为投票所、开票所之处所及其他公共场所，但政党之各级党部及依人民团体法设立之社会团体、职业团体及政治团体办公处不在此限。
罢免办事处与办事人员之设置及征求联署之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立法委员、直辖市议员、直辖市长及县市长罢免活动期间，选举委员会应举办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提议人之领衔人及被罢免人应亲自到场发表，但经提议人之领衔人及被罢免人双方同意不办理者，应予免办。前项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举办之场数、时间、程序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之。第86条之一，罢免案宣告成立者，其提议人名册、联署人名册应保管至开票后三个月；宣告不成立者，应保管至宣告不成立之日后一年二个月。罢免案不予受理者，其提议人名册或联署人名册应保管至不予受理之日后一年二个月。罢免案视为放弃提议或逾期未提出联署人名册者，其提议人名册应保管至视为放弃提议或联署期间届满之日后一年二个月。前三项保管期间如有罢免诉讼，应延长保管至裁判确定后三个月。第三款，罢免之投票及开票。第87条，罢免案之投票应于罢免案宣告成立后20日起至60日内为之，该期间内有其他各类选举时应同时举行投票，但被罢免人同时为候选人时，应于罢免案宣告成立后60日内单独举行罢免投票。被罢免人于投票日前死亡、去职或辞职者，选举委员会应即公告停止该项罢免。第90条，罢免案投票结果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且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即为通过；有效罢免票数中不同意票数多于同意票数，或同意票数不足前项规定数额者，均为否决。第94条，利用竞选、助选或罢免机会公然聚众，以暴动破坏社会秩序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第10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一、对于该选举区内之团体或机构，假借捐助名义，寻求契约或交付财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团体或机构之构成员不行使投票权或为一定之形式；二、以财务或其他不正利益寻求契约或交付罢免案，有提议权人或有联署权人，使其不为提议或联署或为一定之提议或联署，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预备或用以寻求契约或交付之贿赂，不问属于犯人与否，没收之。第104条，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或意图使被罢免人罢免案通过或否决者，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他法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之事，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0条，违反第44条、第45条、第52条第一项、第二项、第86条第二项、第三项锁定办法中关于登记设立及设立数量限制规定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广播电视事业违反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机关首长或相关人员违反第50条规定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就该机关所支之费用予以追偿。报纸、杂志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未依第51条规定于广告中载明或续名刊播者之姓名、法人或团体之名称及其代表人姓名者，主报纸、杂志事业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或该广告费二倍之罚锾。违反第53条或第56条规定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违反第56条规定经制止不听者，按次连续处罚。政党法人或非法人团体违反第52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者，依第一项规定并处罚其代表人及行为人；违反第53条或第56条规定者，依前项规定并处罚其代表人及行为人。委托大众传播媒体刊播竞选罢免广告或委托夹报散发宣传品违反第56条第二款规定者，依第5项规定处罚委托人及受托人；
委托人或受托人为政党法人或非法人团体者，并处罚其代表人及行为人将选举票或罢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轨，或故意撕毁领得之选举票或罢免票者，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第124条，罢免案之通过或否决，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选举委员会检察官、被罢免人或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得于罢免投票结果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或被罢免人为被告，向管辖法院提起罢免案通过或否决无效之诉。一、罢免案通过或否决之票数不实，足任有影响投票结果之余；二、被罢免人、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或其各该办事处负责人、办事人员，对于有投票权人或选务人员，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投票权或执行职务；三、被罢免人、罢免案提议人之领衔人或其各该办事处负责人、办事人员，有第99条第一项、刑法第146条第一项之行为；四、被罢免人有第102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行为。罢免案否决无效之诉，经法院判决无效确定者，其罢免案之否决无效，并定期重行投票。罢免案之通过经判决无效者，被罢免人之职务应予恢复，但无法恢复者不在此限。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增订第九节节名及第86条之一条文，删除第四章章名，并将第11条、第三章章名、第六节节名、第40条、第42条、第45条、第49条至第56条、第59条、第九节第一款款名、第76条、第76、第九节第二款款名、第79条至第81条、第83条、第86条、第九节第三款款名、第87条、第90条、第94条、第102条、第104条、第110条及第124条条文修正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所提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请宣读。附带决议一，有鉴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现行法或修法后的罢免法制均因复数选区、单一选区之差异，难以修订更妥适之规范，以往被诟病的双二一门槛以及修法后之罢免门槛，仍然因为复数选区、单一选区及中央地方层级选举等不同层级选举在不同选区中适用罢免法制的落差，亦可能导致对被罢免人不公平，甚至前置人民主张罢免权的权利。原要求内政部会同中央选举委员会应于一年内针对罢免法制与复数选区、单一选区、中央层级选举、地方层级选举作出妥适评估，并提出修法意见，以维护人民实行罢免权利之保障。二、有鉴于第九届立法院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相关罢免法制进行增修，包括建立电子系统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并增订中选会针对删除提议人及联署人名册之个别事由需列册通知，以及修正罢免办事处相关条文，原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于6个月内检视本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法后相关罢免法制作业办法，于进行修订后送至内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时代力量所提之附带决议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报告院会，有关讨论事项第七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尚待协商，现在请各党团干部至议场三楼进行党团协商，现在休息。